在那个一点的地方了，一经站立在一点的地方了，已经站立在一点的地方了。人摸的时刻，感觉到一种特殊的感受，一种特殊的感觉，一种真正切切的感受，而且那种细腻的感觉啊，我看地球上做不到啊，有种细腻的感觉，做不到，而且有种能量慢慢涌出的感觉啊，有种能量慢慢涌出的感觉。 还感觉到一种，好像新世界，来临的感觉，还有新世界要来临的感觉，哎，好，好嘞。